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新一款四模租赁屏产品 KA 系列。我们的 KA 系列产品适用的型号有 P1.5、1.9、2.5、2.6、2.976、3.91、4.81 等型号。它是一款通用性非常高的产品。我们的产品尺寸是500×500毫米，厚度只有7公分，重量只有7.4千克，非常的轻薄。然后接下来可以看一下我们产品的细节方面。我们的产品四个角采用了护角的设计，这个护角能够更加的保护屏幕不受损伤。放进航空箱的时候可以把护角扣上然后放进去，拿出来的时候可以把护角打开进行搭建。然后另外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采用了四把锁的设计，这四把锁采用的材质是钢锁，非常的牢固和力度非常的强，它装配起来也非常的快速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单手可以操作，只需要把锁推上去，把它拉紧，就锁好了。打开的时候直接把它扭开，单手，非常的快速和便捷。然后这个位置是我们的电源指示灯，电源信号指示灯，它第一个作用可以监测屏幕的使用状态，可以显示电源呢信号的一个连续性稳定性。另外它还是一个测试按键，如果屏幕在检修的同时呢，就是进行按这个测试按钮，就可以点亮红绿蓝，起到了一个测试的作用。另外我们的产品电源横插采用的是三芯包围式防触电横插，也是防水的，它可以直接进行热插拔，非常的稳定牢固，就这样插上去就好了。另外我们的产品网口位置可以看一下，网口设计也是我们独特的设计，网口采用了两个信号横插的网口设计，两个直插网口的设计，这就实现了网口双备份的作用。如果出现网口损坏的话，可以直接更换网口，任何一个位置可以进行拔插。然后我们这款产品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后体是一体化的设计，集成化设计，可以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拆下来只需要把三颗螺丝卸掉，就可以把它拔下来了。可以看到我们的后体采用的是集成化设计，意思就是接收卡、hub 板和电源直接集成化了在整个后体上。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在现场如果出现任何的问题，可以直接进行整个后体的更换，非常的快速和便捷。然后插上去给它定位就好了。